Hello， 观众朋友们好，我是暴行，今天是一把四人匹配的路人局，房间有人，还好我眼疾手快呀，把你单铲拿下。哎，阿豪怎么倒了？是个妹子啊，让我摸你一下。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，想救人，你俩一起上路吧。几个屁城小贼休想猖狂。这个字号好像也是个妹子啊，她在吃年夜饭呢，咱们放个鞭炮吓她一下。嘿嘿，再来一个，居然一动也不动，这妹子有点淡定啊。好吃吗？哎呦，怎么是个手雷呀、啊？快闪开！啊，想要扎我？我说不是我，你信吗？我被误解了，我真不是故意的，还是远离他们吧，他们已经讨厌我了。这有空投，好几个人啊！啊，哎呦我去，好像有四个呀！先闪一下，他们有大菠萝，先把左边的打掉，一个一个的来。哎呀，这个人还看着我，要死！哦，小后面还有。你要挂了？你才挂了呢，我在杀人呢。想狙我没门儿，还是被我乱枪打死。这个雷过去，应该还有一个了啊。不过他们在救人，估计会拉起来两个。哇、啊，还有点厉害，一个单挑两个。这是两个，这有四个，好吧？哎呀，一个单挑三个。四个。本就把钥匙这样的，一个单挑两个。嗯。以后又有点厉害，再一个单挑四个。还差不多，你们笑什么？这种笑有点像是嘲笑啊！不管你们了，我来抢空投喽！还是黄天和甜心一起玩啊？至少甜心不会嘲笑我，他只会骂我。点一下有什么东西？三级甲一套，齐了，还有红包枪啊！走，咱们去调戏一下这两个妹子啊！嘿嘿，我来了，别害怕哟，我可不是什么好人啊！我去，怎么又是这个笑声啊？诡异里还伴着一丝猥琐，赶紧溜，赶紧溜！这两个女的有点奇怪呀、啊，还跑到我车上来了。下来，再不下来，我把你甩下来了。我的 CP 甜心可是会生气的。你不走，我走。只有个机器人，你打吧。这女的好像是个新手啊，正好让你练练手。我们喝瓶可乐。你能不能打快一点啊？嘿嘿，你们看这机器人的名字啊，玉兔女郎，这看来是个女机器人啊，锤你！你还不下车是吧？那我就把你搞晕啊！我们来个360度前滚翻，保证把你晚饭给吐出来。你好发飙啊！怎么又是这个声音啊？他是被洗脑了！天哪！赶紧走，赶紧走！歪城那边好像有人呐、啊，让我来看看。一辆吉普车，我扫，全部击倒，终于可以抢点物资啦！我连个八倍镜都没有啊！嘿嘿，我打死个人，还不是我帮你们的啊！一会儿好东西都给我啊！我可是有 M4 的，想吃鸡就听我的。怎么还有？烟雾六人，扔个雷过去。谁在狙我呀？讨厌！我丢！三秒后前面就会冒出个绿烟，好东西全是我的。哎，没炸死。哎呦，打脸了，好疼啊！好痛啊！哎呦，谁丢的雷呀、啊？哎，完了完了，我炸到我队友了，难搞，我的妈呀！又是四号。你们这是要气死我呀！完蛋了，我完蛋了，我把队友炸的去了，不好意思呀、啊。没事，我原谅你们了。因为还有人，小心啊！看我背后偷局。哎呦，好痛的一个，一个，两个，还是没过来救你。听他们的口音，好像是四川的。拉妹子拉，拉妹子天天笑哈哈。不要慌，这把鸡我带你们吃，但是我要加你们的微信好友，让我好好跟你们聊聊。又是一场空投引发的血案，有两辆车啊，你们嘀咕啥呢？你们他们又没过来，下车了打，把他们加蓝车打个稀巴烂啊！一枪打残，你们火力跟上啊！两枪，哎，妹子你别在这里啊，给我单动牌呢。危险呐、啊！好吧，这个妹子不怕死、啊，一枪爆头，应该就剩前面一队了啊！还是让我来吧，我有信心搞定他们，你们就坐等吃鸡吧！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开着吉普过来了，快点出来迎接我！啊，撞！嘿嘿，哎呀，我怎么没血了呀？哎呀呀，完了完了，我们出去大哥，不要打我，我是来给你们送物资的。好美，烟雾弹了，不用放烟了，他就在我脸上呢。一定要去救他呀，不救我们两个死定了，等我去救他。他们在救人，快来呀，哎，救起来了啊、大哥，我不是故意撞你的，别，哎，我绕，我绕，我炮王绕住，哎呦，
完了，他挂了。我以后再也不玩路人局了，还是甜心比较靠谱。好吧，这边就围着考你们一个脑筋急转弯，听好了哟。一只小花猫掉进了河里，透心把它救了上来。请问小花猫上岸的第一句话是什么？最后别忘了点赞、转发、收藏一下视频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